天成同学，前几天让你抄的寒假作业写完了没啊？没的。没写完就敢玩游戏？哼，不是的，熊老师。我是在等你啊，对，我是在等你啊，然后准备带你上分啊。哦、好啦好啦，老师跟你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，吓死我了。你的寒假作业明天就要交上来。天成同学快来，我这里有人。熊老师啊，你快找掩体躲起来，我马上就到。熊老师啊，快上车，我带你去抢空投啊。熊老师啊，老师蓉蓉，你干嘛的？我在写报告啊。天成同学，你又